今年八月前交通部长林佳龙脸书透露，看了自己被监控的档案资料，赫然发现前后十名特务监视他十年以上，有三名埋伏在身边的内线，还曾领取奖金。随着他到耶鲁大学留学，监视活动也从国内移到海外，其中也有战友把情资回报给国民党情治系统，监控无所不在。我现在的身份是酒色财气嘛，那情治机关其实可以偷袭所好去笼络他，你不合作，这个体制当然会找一些方式去让你的生活过得很不方便嘛，或者是让你就是担心受怕。情治机关吸收线人，除了利诱让人陷入圈套，还有威胁当事人不从就以知情不报与匪同罪逼迫就犯。这个学生自己来跟他 confess 说他是有人给他逼他做这款事情吗？有的封闭的人就变成也是受害者。有的县民也是受害者，有的人则是自愿交换灵魂，换来被监控人最私密的私生活，甚至地契、房屋格局、书房摆设一五一十都向上回报。有一种就是 naked， 就是说裸露的感觉。为什么在当年信任的小圈圈里面会有人担任县民，那出卖自己的同志？威权时代监控用人性毁人性，这些情治机关县民有些只有职称，有些是化名，至今处转会从国防部、国安局、调查局与警政署收集超过13.7万笔资料，内容陆续摊在阳光下。三立新闻林凯君、陈彦豪台北报道。